莫兰蒂台风刚离开，所造成的灾情还没有完全的复原。那么现在雷击台风又直扑而来，我要请相关的单位要严阵以待。那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在昨天上午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后，就进入雷击开始的状态，请大家用最高的标准、最快的速度掌握台风所造成的影响。台风期间风强雨大，但是很多的防救灾的一线的工作同仁，像是我们警消同仁、台水、台电，或者是负责大众运输的台铁、高铁的应变人员，以及国军弟兄，在外为大家辛劳。不管是处在待命状态，或者是已经出勤抢修救灾，各位的辛苦，民政长跟我，还有我们指挥官，还有我们全体政府的首长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慰勉各位的辛劳。那么，第一线或者是基层工作人员很辛苦，请留守的管理干部在调度人力的时候要更加积极主动，也要请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那么，第一线的地方政府也开始，已经及早展开防灾的应变，包括低洼地区的抽水机的准备，或是土石流浅市区需要预防性撤离等等，请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要跟地方政府充分的合作，共同分享讯息，整体来调度资源。政府上上下下要全体总动员，一起度过这一次台风的挑战。大家加油，谢谢。